凭借独特嗓音与甜美外表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近期他也特别趁着工作空档飞到马尔蒂夫去度假，并在 IG 上分享一系列出游照。此前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先是穿着优雅的黑色长裙在海边快乐踏水，而纤细的小蛮腰与大长腿也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。而另一组照片中他则换上另一组咖啡色套装，上半身的短版设计搭配高开叉的长裙，让他的好身材展露无遗。同时他也在内文开心写下假装自己刚从迪士尼逃出来，而粉丝看了纷纷笑说你不是公主谁是。同时还有网友笑说怎么每张照片中都看到男友视角，是不是偷偷跟男友去马尔蒂夫度过浪漫的520，实在是太有爱的一组照片啦。Bye.